美式啦啦队 Luxy Girls 先前因做出一字马动作干扰球员罚球，瞬间成为热门话题，也让 Luxy Girls 知名度大开。其中一位成员夏之音身材太过惹火，热舞片段在网络上疯传。夏之在球场上俏皮大跳王心凌神曲《爱你》，只见她身穿紫色靴肩小可爱，下身则搭配白色百褶裙，她的腰际前侧开大洞，挖空设计让火辣好身材包不住。哇哦！动作都那么大，所以你们防护措施要做很好。没有要做啊，没有要做啊，就弹出来，哇，太棒了！我这么大方，哇，弹出来！他这个衣服有时候跳跳，对不对？变吊带，你知道吗？学姐，请问就要什么样条件才能加入你们的团体？首先最重要的条件不是外表，是他需要会缝补衣服啊，做道具啊。做手工小东西，所以听起来好缺幕后人，他们有副业，副业没有啦，因为其实基本上我们所有东西都是自己处理，自己做，没有专门帮我们。很酷哎，对啊，我问你，这一套去哪里？市面上去哪里买？对啊，确定会缝衣服？我看你的背，我看我看，想干嘛你？没有你转回转，你看，哇，走后面看，哇，没有衣服。这样子确定要封吗？就只剩这一点要封啊！你的臀会不会太翘了？天天跳，有在运动，太翘了。然后第二个，第二个是比较不能有明星梦。哦，有明星梦，有明星梦的，要对对对，要当明星就去当明星。比如说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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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，互相伤害来。比如说谁？你要逼我讲吗？他就 Nikita 有什么？哇！哦，Nikita 他
是原本是就是也是表现得很好，但他自己学习得很快。对，就是有明星，就是有明星。没有了，后来是他发现他蛮适合当明星的。哦，幽默，幽默，对对对。那第三个，第三个是就是身材要结实，可以有肥肉。那学姐出来检查一下，对嘛？你长得这样，对啊，你身上有，对，我们要看一下你。这个真的太专业了。这个就是你表演的时候的衣服吗？对，其中一套。哇，这可是你们这个动作都那么大，所以你们防护措施要做很好。没有要做啊，没有要做啊，就弹出来，哇，太棒了！我这么大方，哇，弹出来。他这个衣服有时候跳跳，对不对？变吊带，你知道吗？是说放壳金吗？对啊，吊带。所以他这条四角的裤子，待会跳一跳，有可能变丁字裤吗？说上下颠倒，会变身啊，变形金刚。吊带丁字这样。来，请坐。身材真好，这好身材真的厉害。那我们欢迎第一位学妹，欢迎周颖。哇，还有，团体的，一起的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周怡。嗨，你什么样的机缘加入他们的？算是朋友引荐。引荐，那你们为什么会找他？因为我们公司办过一个万人的 party 这样子，然后有另外一个部门是就是跟观众有近距离的接触，就是带气氛啊，就是，然后我就发现他特别的跳，就是看万中一点红这样子。哦，表现的学姐是鹰眼哦。我有时候会在台上跳，然后我会扫射下面的人。哇，对，觉得不错，特别亮眼。这样男生会误会，对啊，以为是不是？对啊，你看女生啊，是我妈，是我妈这样。对啊，如果比如他在这边，然后你再看他，我们在旁边。哎，他看我哎，他说 OK OK OK， 误会。加入这个有没有压力？压力就是。大家都很瘦，所以就是可能平常，我就是可能要一起出 case 啊，或是有活动的话，就是可能前三天就要开始吃少一点，不然大家身材都很好，就是会有点就是默默的压力啦。你们团长会用眼神恐吓你？这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的道具服装，我们有一件森巴，然后那个森巴是羽毛，是在背上，要自己插，然后我就没有插好，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，就是掉了一根，我想说没有被发现算了，结果后来又掉了第二根，然后我就转过去看伊万卡，一直在掉毛，然后伊万卡就这样子，很瞪你啊，哇，我当下直接背凉一下，赶快跳完，好想下台，当下应该拔他两根鼻子。就是因为他拔两根掉，就是眼神，就是对不起，我会杀他是因为他第一场已经掉过了，然后我就说你下台要把它插好，就第二场还是掉，累犯了，对对对，再次欠灯，欠灯，欠灯，蛮严格的。你喜欢张立东吗？这一型可以相处看看。哎呦，立东有约过我们的团员，哇，没有爆料哦，你放个脸，可以全开耶，他想要毁掉你的幸福，你不要听他的。我等一下跟你说谁，你们两个狼狈为奸，我就知道你们两个不单纯。哇，我们的团好乱，我没说过两个就要稀稀疏疏就。